喂 ，Eric， 我想問下呢個係咩嚟嘅？呢個我哋公司嘅個 bench press 嘅排行榜，係啦，咁就分別寫咗同學生嘅可以推到嘅重量。咁我呢家推嗰、那個，我呢家嘗試去推嗰個係即係兩邊40，跟住加埋條巴20，即係60啦。如果你推到嘅，你就係第7名嘅。即係如果我推到，我就第7名啦。係啦。好，試下先。咁先好睇啊！咁我就榮登呢個 bench press record 嘅第5位。好啦，臨到大春，你哋快啲上嚟挑戰我啦！今日係8月20日，係我減肥嘅第9日。比賽開始咗之後，阿 Ken 每一日都會 work out 跑步、行山。佢嘅決心係喺呢三個參賽者裏面最強烈嘅。面對意志力咁強大嘅對手，我都幾擔心另外嗰兩位參賽者堅唔堅持到落去。至於其中一位參賽者阿 Keith 有咁嘅睇法，偷跑幾年嗰啲我唔評論嘅嗰啲，頭先有問我跑步噶，你俾我睇下，俾你睇下。你今日跑咗步未啊？我唔敢覆佢啊！我依家唔得啊！日頭啲時間俾夜晚跑啦，夜晚我今日翻去跑。除咗做運動，減肥都仲有好多方法嘅。正所謂呢個三分運動，七分飲食，我就嘗試喺飲食嗰方面咧，有冇啲方法可以搞搞佢，等件事唔好輸得咁金先得㗎。阿 Keith 選擇用代餐去輔助佢減肥。咁睇下純壽師 Ellie 有啲咩可以幫到佢。首先先幫你上咗榜先啦，睇你而家目前嘅情況，其實自己都可能好耐冇上過榜，都唔知道自己而家嘅情況係點。你而家個機能年齡係60歲，係啦，機能年60歲，係啦，冇錯。咁因為咧，機能年齡主要係嚟自於咧你嗰個嘅脂肪好高，咁部機咧就唔會睇到你的樣子其實都後生嘅，主要係因為咧脂肪高咧會增加咗慢性疾病嘅風險。咁咧我哋一般啲朋友參加咧就係、是3個月嘅即係一個療程啦。咁3個月嘅話咧，總共就係28餐乘3嘅。咁但係因為頭個階段咧，好似阿 Keith 咁咧，我哋會要求佢盡量食2餐至3餐啊嘛。咁但係可能佢到食咗兩個星期後，佢開始有啲心癮啦，想出街食啦，或者可能有朋友邀約，我已經兩個禮拜冇見朋友啦，咁變成咗佢咪會開始減少咯。咁所以通常我哋就會喺頭個階段咧，就即係盡量俾你食多啲先。當營養師話俾阿 Keith 聽佢身體機能有60歲嘅時候，作為導演嘅我都幾錯愕，希望佢嚟緊呢3個月。可以慢慢享受佢嘅代餐。今日係飲呢一個食呢個代餐嘅 day one 啦，大家眼見啦，大家唔好誤會，呢度唔係3個月嘅份量，呢度只係2星期嘅份量啦。咁啊，亦都同時間咧，我哋有純壽師阿 Ellie 好好啊，咁俾多咗一個菠蘿嘅一個酵素嘅特感。佢話咗就唔會狂屙好辛苦咁樣嘅。幾香喎、啊！我誤會咗呢個係肉嘅，其實呢個係飯。唔係啊，好似幾好食啊！唔係講真，唔係難食 ，OK。係啊，我哋呢個節目全部做假㗎嚇。堅人堅抽真人 show， 黑咗你，黑咗。Day one 啦，呢個代餐嘅 Day one 亦都係今日最後一餐，呢個係。不過我其實今日只係食咗2餐，所以。
其實都似一個好唔夠嘅感覺。睇下聽日可唔可以調節翻啲先。你啲錯我嘅喎，你咩偷食啊？啊！哎呀，除咗代餐之外，呢、這個星期嘅團體活動都會挑戰你哋嘅身心。睇到呢度嘅觀眾可能會疑問：大春呢位參賽者去咗邊度？而我嘅答案係，我都唔知道。今個星期嘅團體運動係挑戰水中跑步機同 Moser。由大春嘅陪跑员同三项铁人 Sporty 介绍翻，水中跑步咧系可以有一种浮力啦，咁就令到一啲可能身体比较重嘅人士咧，咁佢本身如果系陆地跑，好容易会整亲膝头啦，佢嘅冲击力比较大啦，咁但系如果系水中跑步嘅时候，佢有个浮力咧，咁就可以减轻咗佢哋膝头上面嘅压力，咁同埋咧，头先我哋啲水最特别系咩啊？记唔记得我哋啲水一开始觉得我点解咁暖嘅？温泉咁样，咁咧其实呢个温泉嘅水咧，呢、這个暖水咧系可以帮你嘅血液循环增加啦，咁咧就可以令到佢系一个被动式嘅，帮你做一个伸展 warm up 咁嘅感觉嘅。被热身啊！被热身。效果系点？不如各位观众睇下啦。好似几舒服。我而家做过十咯，好热啊啲水，好温泉咁样。我觉得咧，每一下一我跳起嘅时候咧，跟住有啲水咗咧，都慢慢落翻嚟。好輕鬆咁樣，好似加快啲咯！哇！可以快啲，可以快啲，可以加。我覺得你喺平時喺跑步機上面係吃力好多，因為咧，除咗我要跑個速度之外啦。我仲要控制自己平衡，平時跑步機咧係腳踏實地嘅，咁所以咧唔會有飄有腳啦。而家咧當我跑嘅時候咧，會幫自己左右喐咯。你可以每一分鐘幫我加一格。好難到啊 ，Sporty。好攰啊！等我出嚟。好，加啦。兩位陪跑員都流曬汗，唔知三位參賽者會係點咧？係啊，第一次赤膊上陣啊！睇下我啲紋身，知道咩咧？翻過嚟，嚟。有車道喎，車道就唔睇住。對於有運動習慣的阿 Ken， 這一部水中跑步機真是一個熱身運動。與此同時，陪跑員丟丟協助他的參賽者阿 Keith 打開他的零運動細胞。丢丢很轻松哦，做得多啊！呢嚿最大，呢嚿肌肉开始食。我系咪调转咗个方啊？系啊，唔系你趴喺度啊，个人趴喺度，系趴喺度，系啊，一路搵，譬如哦，我而家呢个位。是最痛啦，咁咧就 hold 住喺度啦，慢慢打開只腳，伸直，收翻入嚟，慢慢翹起，係啦。你得出唔少位運，離開咗個位啫。離開個位咧，係喎。係啦，係啦，呢個位都唔係。我以為咧。在水里面跑呢很轻松的，没什么的，原来呢
因為平時我跑步機咧，個速度我可能快嘅時候可以教到12.3咁樣，咁但係呢部嘢咧，七都已經好吃力。我覺得自己好似只河馬。至於失蹤咗嘅參賽者大春突然間出現咗，佢啲聲好 Q 啊！依家拉緊筋啊！佢係咯，你唔好扮攝影師喎，你都係你都要喎，你邊度係啊？你手上一齊拉筋。第一位參賽者阿 Ken 已經完成咗呢一個水中跑步，睇下佢有啲咩講。不要亂咁加速，即係好似我啲體型嘅咧，4.45，我覺得頂磅噶啦。啱跑個七，我跑咗3分零4分鐘，都已經扯曬下，開始爆汗。但係咧，呢、這個一錯唔錯嘅新運動，即係你跑4分鐘、5分鐘左右咧，就已經 warm 曬。好啦，失蹤人口到你啦。啊，大春，你跑成咁，我都冇眼睇。喺拉筋嘅过程里面，丢丢发现咗零运动细胞嘅阿 Keith 行路嘅姿势都唔系好正確。有一个咁细心嘅陪跑员教你行路 ，Keith， 多谢翻制作组嘅黑箱作业啦。喺水中漫步咗好耐嘅大春，喺最尾嗰几分钟，终于跑得喐啦。啱啱先发现到行路姿势唔正確嘅 Keith， 希望你可以捱得住呢20分鐘嘅水中跑步啦。跑啊，向前跑啊！跑紧啦！可以 feel 到个膝头哥啲压力啊！如果系平时用水跑嘅话咧，应该好大镬噶我。我人生遇到好大嘅阻力啊！阿雕有咩想講啊？係啊，過咗5分鐘未啊？我相信嘅啫。5秒鐘就有。咩啊？我俾我講兩個字啊。講咩啊？垃圾。喂，大師傅，你認啊？點啊？垃圾。多攰啊！等下先，準備啦，三。我同阿 Ken 嘅意见都系一样，唔好输俾大春啊！我自己数啊，三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咬嘴巴士嗰陣時候啊！
我有好短嘅爆發力，係火追巴士啊！不過追巴士會追廿分鐘，係咁吸引啊！等下一班追廿分鐘巴士。我好參加呢個只啱啱開始嘅轉頭，下一個活動將會更加。嚇！我今日唔係完㗎啦。完都話咗身心疲累啦。仲有 Moser Strategy 俾你哋挑戰下。Hello， 歡迎大家先，今日歡迎大家嚟臨我哋咧金堂嘅 Moser Strategy 啦。咁我大家係咪第一次嘗試我哋嘅 Moser 嘅 Strategy？ 咁或者我簡單講解一下啦。咁其實咧，我哋Moser Strategy 咧係一套咧新心靈嘅六十分鐘嘅全身運動嚟嘅。由一啲嘅瑜伽動作啦、普拉提嘅動作啦，訓練我哋一啲嘅靈活度啦、核心度啦、柔軟度啦，同埋我哋嘅平衡度嘅。咁繼而我哋配合埋一啲好優美、好靚嘅音樂，跟住再加埋我哋嘅呼吸，令到我哋咧好投入、好投入去做呢一套六十分鐘嘅運動，令到我哋咧覺得係好舒服、好快咁樣去做運動。咁我哋事不宜遲啦。不如我哋而家開始啦。好，咁我哋咧本身係有十首歌嘅。我第一首歌咧，我哋嘅 starting pose 咧係 Child's Pose。咦，係識我哋咧就雙腳膝頭哥咧，輕微咁擘開，雙手擺喺頭嘅上邊啦。我哋擘大雙手。哦，接埋。係啦，呢個嬰孩式。我點解隔離都叫河馬嘅喎？各位河馬開始啦！再吸氣上，好。跟住之後我哋做 side step， 三。我哋每邊做四條。好，好，打開吸氣。嗱，呢個係我哋嘅 warm up 啦，開始提升我哋一啲嘅身體一啲嘅能量啦。今次咧可能個 beat 會快少少，加油啊！第二首歌開始啦。你頭先完全倒後人哋兩拍過，你知唔知？我唔協調啫嘛。呢首歌你哋中意嘅？我覺得幾好玩，好複雜，比我想象中好玩。不過幾難跟嘅，的確係，因為第一次玩。你平平衡到？平衡唔到。打開吸氣，好，呼氣向前方，將我哋嘅右腳踏後，好 ，open chest， 做輪，打多。好，好，腳踏前半步，升翻呢個人。Moser Strategy 是 Pilates 加 Yoga 的混合體，流汗出嚟又可以拉下筋，對於呢一班需要玩重力訓練的參賽者，其實都很吃力。呢三個參賽者喺堅持同放棄之間都糾纏咗好耐，玩咗九首歌，全身肌肉都折騰完之後，導師都有啲甜頭嘅。咁我哋咧呢套運動咧係包括咗身心靈啦，而我哋最後一首歌咧，就係大休息。我哋可以好舒服咁躺喺我哋瑜伽嘅度。每一次的深呼吸都将身体里面的绷紧、疲累慢慢地释放出体外，但是其中两位参赛者对于躺平休息有另外一种看法。我们这个过了就可以上来了。
佢啲升起啊，跟白色度，我完全系搞唔掂。Rest in pieces。点解死咗都要戴口罩？俾啲挣扎。大春今个礼拜嘅表现只系得到两分。而零運動細胞的 Keith 藉著努力和嘗試是得到三分，而穩定發揮的 Ken 得到四分，蟬聯榜首。在總分方面， Ken 在兩個禮拜得到九分，大春和 Keith 爭持得很激烈，兩個都有五分。下個禮拜這三個參賽者將會由室內玩到去室外。看到這裡的觀眾，如果喜歡42辣，在下面留下 comment、like 或者 share。 下個禮拜見。